我没地方扶手，你去找别的地方吧。好吧。 在桌子上，麦片在柜子里，你自己找吧啊！早啊！哪个柜子？你跟文医生上班去吧，不用管我啊！哎呀呀呀呀！早啊！ 早饭吃吗？接下来的剧情我都帮你想好了。早上上班假装偶遇，顺便送上爱心早餐。好吃吗？好烫啊！味道嘛？怎么样？跟门口大叔5块钱煎饼还是有差距。 今天不开车吗？这么巧，我今天也坐公交车上班。好，那一起吧。不好意思啊，太急了。刚吃完早饭，站着有助于消化。 医生，你下次还是开车吧，公交车不太适合你。我没地方扶手，你去找别的地方吧。好吧。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 时间还早，一起去买杯咖啡。不了，今天事情比较多，先走了。